今晚是鬥三個比賽，所以我在最後一組出發啦，所以可以看到前面邊個快啲。咁最快嗰個係4:39，所以都自己控制翻個時間，可以嘅體力留翻少少去鬥記分賽啊，同埋最後個決賽咯。喺香港比賽係唔同啲嘅個感覺，因為大家嘅支持，咁我哋會做得好好，那個信心都大好多咯。有冇信心攞四個金咧？都有信心，因為自己體力上都幾好，咁所以向自己個目標進發啦。有個目標咁會做得更加好。其實之前訓練有冇咩特別訓練可以令到即係咁短時間咧可以俾咁多項咧都仲有體力咧？其實我哋中長距離咁本身個耐力方面都即係 keep 住好好嘅狀態啊，所以去鬥咁多個項目嘅比賽都可以支持到。